南宋淳佑初年，蒙古铁骑遇狼似虎，直扑四川。一众将领临危受命，力挽狂澜。全景式展现南宋末年四川的风云变局，重现跌宕起伏的真实历史故事。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作者张生全，由陈嘉琪、焦继斌联合播讲。欢迎收听《宋末大变局》，由今日开始，会由焦继斌同埋我陈嘉琪为大家播讲宋末关于四川嘅风云变幻。大家好，嗱呢个故事咧，我哋将会将个地点放咗喺宋末嘅四川盆地呢一块地方嘅。我哋成日都话天府之国吓，四川呢一带地方咧，自古咧都系一个重要嘅粮仓嚟嘅。咁而讲翻宋朝好特别噶噃。宋朝一直以来都是重文轻武的，所以后期被蒙古人侵入的时候，很多的战役都是打得有点肉酸的。但是在宋末，四川这块地方和蒙古人打的几场仗打得都挺出色挺耀眼的，只不过后来就有一些朝廷方面的原因，令到整个正确的抗蒙策略都没办法贯彻下去。而我们要讲的这个宋末大变局呢，就是发生在一个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下面就等我们和各位听众进入到宋末四川的风云变幻当中了。第一集，在通往夔州的驿道上，有一队人马冒着风雪在这里赶路，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呢？在一条很窄的山路上，有一位四十几岁的中年将军，带着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将领，骑着马很艰难地向着他们的目的地进发。跟在他们后边是一顶单薄的轿仔和十几个担着枪的侍卫。这条山路就很崎岖，加上落大雪，行到马都经常跣脚。这三个人翻身落马，掹着条缰绳就将只马往山上边拉。一阵阵的狂风吹埋来，啲雪腾空而起，呢队人好快就变到模糊不清。唔知过几耐，佢哋爬上咗一个山顶，每个人身上边都湿立立嘅，但系又冒住热腾腾嘅蒸汽噃。嗰十几个侍卫咧，早就撑唔住，不停咁喺度抹汗。个人又左伏右伏，企都企唔直，仲望住中年将军，好似系好希望佢休息添。这个中年将军望了一下大家，细细声讲道：大家休息一阵啦。刚刚一讲完，啲侍卫就一个啰柚坐在雪地上边。中年将军啊摇晒头，苦笑了一下，行到路边，亦都揾咗个石头坐低。佢眼前是绵绵起伏的群山，雪线好似千万条密箭咁射向群山的方向。慢慢，眼前的情景变成一幅咁嘅画像，数万蒙古大军在成都平原嗰度急速飞驰，扬起一大片嘅尘烟。在蒙古人闪亮的刀锋之下，南宋军队同埋老百姓一个又一个咁冧低，啲鲜血接到周围都是，哀声遍地，房屋亦都一间一间咁倒塌，化为灰烬。大片大片的稻田都在蒙古铁骑底下被蹂躏践踏。想到这里，中年将军面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牙咬得很紧。他突然间站了起身，往后面一挥手讲道：我们走。原来这群人的目的地是夔州府衙，里面住的是汉东郡公、刑户祭祀大使孟拱。他刚刚起身梳洗完，就被一名侍卫急速的敲门声吓亲。究竟侍卫咁急，所为何事呢？淳佑三年，亦即是公元一二四三年正月的一个早上，住在四川夔州府衙的汉东郡公、刑户祭祀大使孟拱刚刚起身梳洗。要讲一下，祭祀使这个是一个官职名，
他的意思是地方的军事统帅，这个职位手握重兵，负责保卫地方安全。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侍卫入来跟他禀报了：孟公，新任四川制治使余佳余大人在门外求见。孟公听到之后又开心又惊讶，他跟身边的孟夫人说：这么快就到了，我还以为最起码要成个月之后。孟夫人都觉得很惊讶，说道：是啦，早上而已，难道他们整晚都在赶路？孟公衫都来不及换，就跟夫人一起出去迎接了。他们担高头一看，站在他们面前的是几个白赖晒的雪人。为首的中年将军向前踏了一步，俯身行礼就说了：下官余佳，拜见孟公。孟公嗱嗱临上前扶起余佳，捉住他的手讲道：义夫啊，真是辛苦你们了，来来来，我们入去暖下个身。余佳拧转身对着顶轿仔讲道：夫人，快啲落轿拜见孟公啦。孟公就话啦：吓，你哋连家眷都带埋嚟啊！只见轿里边落嚟一个大肚婆，这个大肚婆就系余家嘅夫人黄莲香啦。佢已经怀咗七个月嘅身孕啦。佢个妹黄瑞娘同埋丫鬟春娟扶住佢落轿，只见黄莲香咧块面白赖晒，冷汗就系咁飙。个样好似好痛苦咁，但系余佳似乎就睇唔到，仲喺度呻：哎，叫佢迟啲先嚟嘅啦，偏偏就跟埋我哋嚟，耽误咗唔少行军嘅时间添。黄瑞娘听到就话啦：姐夫啊，你喺度讲咩啊？你见唔到家姐而家个肚啊痛到点咩？孟夫人即刻过嚟扶住黄莲香就往屋里头走啦。黄莲香明显好痛苦，块面白到一张纸咁，啲汗水系咁飙，但系佢咬实牙关就系唔出声。黄瑞娘好担心咁望住黄莲香话：家姐啊，你冇事啊嘛？姐夫，家姐系咪要生啦？诶，点会啫？先七个月啫嘛。七个月？孟夫人听到就话啦：七个月，又咁冻嘅天气，行得咁急。就算个苏哈陀得再稳阵，都会跌落嚟啦。余大人啊，唔系老身话你，你都太唔细心啦。春桃，春桃，你快啲去叫大夫过嚟。孟拱用手指指咗一下余佳，哈哈大笑起身。余佳亦都拗下头，跟住好尴尬咁笑。在屋里面，会客厅的中央烧着一个暖粒粒的炭炉，余佳一行人坐定，隔离还传来黄莲香一阵阵痛苦的叫声。但是这班人灯都没坐暖，危机就找上门了。葵州虎牙的会客厅烧着一盘红卜卜的炭火，孟拱他坐在上首，余佳坐在客座，跟住余佳一齐嚟嗰两个后生嘅军官叫做张武、杨敏，佢哋就企喺度。呢、这个时候喺隔离房传嚟咗黄莲香佢生仔嘅时候好压抑嘅嗰种呻吟声。只见孟拱一手攞住个火钳，轻轻咁拨住炉火当中嘅炭，然之后担高头望咗神情紧张嘅余佳一眼，笑住话：义夫啊，使咁担心嘅，我哋葵州府嘅大夫医术都几好嘅，你夫人冇事嘅。余佳佢好唔好意思咁笑咗一笑：冇冇啊，系咧，孟公，旧年蒙古人横行四川，直达葵门，好彩有孟公带兵打走蒙古军，如果唔系，四川不保，江南危急啊！唉，老夫虽然侥幸打咗一啲胜仗，但系一个人带两个战区嘅兵，始终都系有啲礼计嘅。而家好咯，圣上派咗你嚟，
接替老夫经略四川，你胆识气魄都不同于常人，相信一定可以在四川开辟一番崭新的景象的。孟公过誉了，下官一定全力以赴。下官离开临安的时候，曾经同圣上保证，话圣上给下官十年的时间，下官一定会将全四川的土地完完整整交还翻俾朝廷。义夫啊，你有咁嘅志向，当然就令人欣慰啦。不过要完成呢个任务唔系咁容易噶噃。你谂下，四川四条路，其中利州路已经俾蒙古人攞咗一大半走啦，川北嘅屏障冇晒噶啦。蒙古人以兴元、利州作为根据地，入侵内地，烧杀抢掠，如入无人之境啊！义父，你的责任相当重大。由宝庆三年蒙古人入侵四川开始到而家，十六年嚟，佢哋就好似洪水猛兽咁，一次又一次入侵四川，将鱼米之乡、天府之国变成一片废墟，实在是可恨。是啊，这十六年来，四川前前后后换了十二任祭祀使，每一任祭祀使任职的时间都不超过两年。义父，你知不知道是为什么？余戒他陷入了沉思，正想着答，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听到黄莲香佢大嗌一声，惨叫声从屋里边传咗出嚟。余戒当堂面色都变埋，成个人坐都坐得唔安乐。而就喺呢个时候，外边有一个侍卫急急脚扯晒大气咁跑入嚟，向住孟拱行咗个礼报告话啦：报告，报告孟拱，蒙古人又嚟啦，佢哋包围咗成都啊！孟拱同余戒当堂唰一声企起身，孟拱就话啦：义夫啊！你夫人而家正喺度骚紧，你行开，就等老夫带兵帮你打呢场仗啦。余戒就话啦：咁点得嘅呢？下官身为四川祭祀使，点可以因私废公、临阵退缩噶？下官即刻前往前线。好，老夫就拨六千精兵俾你，再送俾你两个猛将，帮你去打赢呢场仗。传王坚余兴。好快脆，有两个年轻的军官行咗入嚟，向住孟公一齐行礼，嗌咗一声孟公。孟拱就指一指余戒话啦：嚟嚟嚟，为你哋介绍一下，呢一位就系新任嘅四川祭祀使余戒余大人。王坚同余兴一齐行咗个礼，孟拱跟住拍一拍其中一个国字口面胡须邋遢但系目光坚毅嘅后生军官嘅膊头。讲到话，义夫呢位就是统制王坚。余戒的目光当堂闪了一下，好高兴咁话：哦，原来是王坚将军，哈，王将军的威名一早就听过了。嘉熙三年，王将军净系带咗二十几个人，就销毁咗蒙军堆积喺顺阳丹江沿岸的千几艘战船，同埋大批嘅木料。粉碎了他们造船渡江的阴谋，确实是了不起啊！王坚好豪爽地笑了一声，讲到话：算得上是些什么？如果蒙古人够胆再造船，我一样将他们烧个干干净净。跟着孟拱又拍一拍另一个靓靓仔仔，但是表情相当沉静的后生军官，讲到话：义夫，这一位是团练使余兴。余戒就好惊讶咁问啦：莫非就系曾经带住十二人夜登城墙，斩杀信阳主将，攞咗佢个头翻嚟，兵不血刃嘅余兴将军？孟拱佢笑一笑：冇错冇错。余兴拱一拱手。王坚见到余戒身后亦都企住两个年轻嘅将军噃，于是就问啦：大帅，这两位兄弟是？哦，他们是张武和杨文。王坚都变得很惊讶：莫非
是人称文武相杀的张武、杨文两位兄弟。张武和杨文一抱拳，笑着岌一岌头说：王将军，正是我们。王见他走过去，不停拍着张武、杨文的膊头，哈哈大笑道：两位兄弟，跟着大帅中横淮东，你们的名号大家都听讲过，王某我更加是仰慕已久，但是一直都未有机会见面，今日可以见到两位兄弟，真是我王某之幸啊！成班人个个喜出望外，一起哈哈大笑。而这个时候，孟拱就好严肃咁讲啦：王坚如兄，刚刚接到探报，蒙古人又在南下包围成都，老夫拨6000精兵俾你哋，你哋跟住余大帅马上去成都解围，不得有误。王坚同余兄就一齐应命。余界呢个时候转身就开始发号施令啦噃。王坚将军，你带200人做先锋，换马不换人，务必两日之内赶到成都，摸清楚敌军嘅情况。杨文，你带1000人殿后，押运粮草。余兄、张武同本帅带剩低嘅人马做中军，都马上启程。各个将领听到命令之后，就各自去准备了。这个时候，余界另转身对住身边两个侍卫赵少、李叔写咗道手谕，再冚咗个印交俾佢哋，又再喺佢哋耳仔边吩咐咗几句。赵少同李叔亦都离开咗。之后，余界再望咗一眼佢老婆间房，然之后又好快咁转过个身，正谂住向外行。突然之间，王瑞良就在里面急急脚咁跑出嚟，一个不小心仲嘣一声撞咗落余兴嗰度。余兴即刻就扶住王瑞良向后褪咗一步。王瑞良哨咗余兴一眼，一时之间又心急又怕丑，佢满面通红，对住余界就讲啦：姐夫啊，家姐痛成咁，而家仲有半只脚喺鬼门关里边啊，你点可以而家就走噶？等多阵啦，等埋家姐生埋再讲啦。瑞良，实在系军情紧急，哎呀，姐夫唔可以耽误啊！姐夫，我知军情紧急啊，但系唔通连半日都唔等得咩？家姐如果知道佢喺最危险嘅时候，你就咁走咗去，佢会点谂？哎呀，瑞良啊，你家姐嗰边就劳烦你帮姐夫多多解释解释啦。姐夫，哎呀，实在系唔可以再等啦。正在他们讲紧嘢之际，在屋里边又再传出黄莲香好痛的尖叫声。王瑞良一蹬脚，拧转身就走翻入屋啦。余界跟住向孟拱行咗个礼，讲到话：孟拱，军令在身，不敢多留，就此别过，我哋后会有期啦。孟拱拍一拍余界个膊头，有啲难过咁话：好，义父。放心去前线啦，你夫人我哋会帮你照顾好噶啦。一有啲乜嘢消息，老夫会派人第一时间话你听。余界急急脚咁行走咗，望住佢嘅背影，孟拱拧一拧头，叹咗一口气。咁余界一行人去到成都，又系咪可以解成都之危呢？我哋留翻下期继续讲。南宋淳佑初年，蒙古铁骑如狼似虎，直扑四川。一众将领临危受命，力挽狂澜。全景式展现南宋末年四川的风云变局，重现跌宕起伏的真实历史故事。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作者张生全，由陈嘉琪、焦继斌联合播讲。南宋淳佑初年，蒙古铁骑如狼似虎，直扑四川。一众将领临危受命，力挽狂澜。全景式展现南宋末年四川的风云变局，重现跌宕起伏的真实历史故事。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作者张生全，由陈嘉琪、焦继斌联合播讲。
翻到嚟宋末大变局当中，上期我哋讲到新任四川制置使余阶去到夔州啱啱报道，但系马上就收到军情啦，成都被蒙古人包围住，于是余阶带住一众猛将火速赶赴成都。佢哋又究竟系咪可以解到成都之围呢？第二集，余阶一行人匆忙出发赶往成都，在距离成都20里的地方扎下军营。面对蒙古大军，余阶有什么方法救成都呢？王坚很心急地走到营帐当中，余阶见到王坚就问了：王将军，情况怎样啊？王坚说：这一次进攻成都的是蒙古军统帅，叫做汪德臣，他是汪世显的儿子。汪世显死了之后，蒙古的监国太后脱裂哥拿就叫汪德臣代替他老豆的职位作为都元帅。汪德臣为了表现他对上级的忠诚，马上带了30,000兵马来成都打草谷。那什么叫做打草谷呢？因为蒙古军是草原上的部队，他们的打仗方法就是走到哪边打到哪边，是非常有机动性，所以他们从来就不带补给。打草谷的意思就是他们会在各地那里抢粮食，而作为自己的补给之用。余阶听到这里就说了：看来汪德臣都是急于立功，如果攻不得成都，他是不会撤退的。王坚就答了：没错，就是这样。那城里边的情况怎么样？城里边的情况我们还未查清楚。去年制置使陈龙之在成都抗盟当中被俘虏杀死了之后，成都就只能够由通判朱文炳暂时管理，朝廷还未来得及任命新的制置使，怎知蒙古人又打到过来了。城里边缺少兵马又没有粮草，看来危在旦夕。余阶陷入了沉思当中，他在帐里边来来回回行了两圈，然后转身命令讲道：王坚、余兴、张武，听令。三个人齐声应答。余阶就说了：王坚，你带2000人马去打南门攻城的蒙古军；余兴，你带2000人马去打西门的蒙古军；张武，你带1000人马去打东门的蒙古军。余兴讲完，张武就说了：大帅啊，我哋咁样同蒙古人打，本来兵力就唔足噶啦噃，咁样系咪太过分散呢？王坚拍咗一下张武膊头，讲道：张武兄弟，你惊啊？你出咗名叫做武杀噶噃，当年喺淮东嘅时候，多次一个人喺蒙古嘅百万军中自出自入，来去自如，而家都俾成千人你啦，你仲惊？如果你惊唔够人嘅，咁王某再分1000俾你。张武就话啦：王大哥，小弟唔系惊啊，同蒙古人打仗，小弟从来都唔知个惊字系点写嘅，只不过呢度系一览无遗嘅平原，而区区1-2000嘅兵力对付几万嘅蒙古军，咁同松阳入虎口冇区别噶噃。余阶听到就问啦：张武，照你睇呢场仗应该点打？只能够集中我哋嘅兵力攻佢其中一个门。你觉得我哋集中兵力攻佢其中一个门就一定可以打败敌军咩？咁又唔一定。不过如果可以同城内嘅朱文炳取得联系，内外夹击嘅话，咁或者就可以赢嘅。就算赢咗，敌军快速运动，其余四个门的蒙古军合埋嚟打我哋，我哋咪又系送羊入虎口。王坚呢个时候就话啦：系，既然打都打唔赢啦，咁就狭路相逢勇者胜啦，大不了大家揽住一齐死。余阶听到就呵呵一笑讲道：王将军，我哋啱啱嚟到四川，唔可以咁容易牺牲。我哋唔单止要打，仲一定要打赢，成个四川嘅老百姓就睇住我哋打仗。呢场仗如果打唔赢，以后要再组织抗盟，咁就难啦。喺一边嘅余兴一边听一边岌头，余阶就继续讲啦：
本帅今日咁样安排，唔系要你哋即刻打败围城嘅蒙古军，本帅只系要你哋不停去骚扰佢哋，打得赢就打，打唔赢就带住佢哋喺成都平原嗰度兜圈，目的只有一个，就系打乱蒙古军攻城嘅节奏，俾朱炳文佢哋增加守城嘅信心。张武呢个时候就问啦：咁跟住落嚟点做啊？你哋先完成呢一步啦，跟住落嚟，本帅自有妙计。张武半信半疑，但系都同其他两个人接令而去啦。喺成都嘅郊外，王坚佢哋按照预计嘅计划同蒙古大军开展，但系区区六千人马又点样去同三万大军打呢？喺余界嘅心里面，到底收埋咗啲咩计划呢？喺成都郊外，余界嘅营帐当中，佢啊正喺度睇紧书。呢个时候，张武佢冲入嚟，好心急咁话：大帅啊，咁样兜圈，睇怕唔系路。虽然我哋系拖慢咗蒙古人攻城嘅进度，但系我哋自己都损失唔少啊！蒙古人嘅骑兵快过我哋多多声，平原又冇遮冇挡。我哋根本唔系佢哋嘅对手，大帅，下一步我哋要点做啊？但系余界始终都望住本书，佢好淡定咁讲到话：张武唔好急，再等等啦。张武于是出翻去，但系冇几耐，王坚又入嚟啦。佢大叫住话：大帅，你咁样样唔俾我哋同敌人硬撼，净系带住佢哋游花园，玩到咩时候啊？现在蒙古人都不想跟我们玩了，他们一意攻城已经不理我们了。余佳的额头也都渗出了汗珠，但是他依然笑笑口地说：他们不理我们就对了，我就是要他们不理我们。王将军，再等等吧。王坚他一拳打落自己另外一只手的手掌心，嘿地说了句，然之后转身出翻去。过得冇几耐，张武又冲入嚟啦。佢好唔安乐咁对余界讲：大帅，属下听到余兄同王坚喺外面讲你啊。余界同样头都冇担高，问到话：佢哋讲本帅乜嘢啊？佢哋话，大帅又唔怪得佢哋讲嘅，我哋呢场仗实在打得太漏爆了，大帅，一唔系我哋尽地一煲同佢哋死过，死咗就罢走啦。但系余界依然系睇住佢本书，轻轻咁讲咗句：再等下啦，等多一阵，我哋就会有转机噶啦。余界话都未讲完，佢两个手下赵少同李叔就急急脚咁行入嚟啦。余界一见到呢两个人，将本书撇埋一边，企起身，好心急咁问道：话点啊？情况点啊？赵少行上前挨埋余界嘅耳仔边，静静鸡咁讲咗几句。余界嘅面口当堂就嬲爆爆，佢揸起个拳头一锤揼落张台度，然之后又腾嚟腾去咁喺屋里边行咗几步，拧转身就对张武讲：张武，你马上将余兴、王坚、杨文叫入嚟，本帅有话要讲。冇几耐啫，余兴、王坚、杨文同埋张武都入晒嚟啦。佢哋企喺余界嘅面前，余界望咗呢一班将领一眼，慢慢咁讲到话：各位将军，本帅知道大家对救援成都呢一仗嘅打法好有意见，呢、这个好正常，因为我哋都系军人出身。都经历过战争，从来不知道乜嘢系惊。呢场仗的确打得有啲漏爆，不过都冇计啊！我哋兵力唔够，就只可以同蒙古人咁样兜圈。不过你哋都睇到噶，兜圈净系可以打乱蒙古人攻城嘅节奏，要想帮成都解围系唔可能嘅。王坚好沮丧咁话：系啊。再咁打落去，只能够令到蒙古人越嚟越睇唔起我哋。佢哋啊，家阵都费事理我哋啦。吓，王将军，
佢唔理我哋就啱啦。我哋就系要呢个效果，我哋就系要佢唔理我哋。吓，大帅，点解啊？我哋唔可以受啲咁嘅屈辱噶噃。各位将军，你哋望下嗰边，见唔见到远处嗰座山？嗰座山叫云顶山。呢两日本帅叫杨文上山睇咗下地形。杨文，你同大家介绍一下啦。于是杨文将军就开始讲啦噃。大帅，各位将军，呢座云顶山非常之险峻，难得嘅系两峰壁立，中间系一条深深嘅峡谷，正系伏击敌人嘅好地方。大帅嘅意思系，我哋将敌人引到去峡谷当中，再利用地利嘅优势进行追击，咁就可以大获全胜啦。王坚就话啦：谂系谂得几好嘅，但系佢哋会唔会咁顺摊跟我哋入去先得噶？张武就跟住讲啦：系咯，就系呢个平原啊，蒙古人对我哋都唔抽唔睬，更何况话跟我哋入山谷。余阶就话啦：其他人蒙古人可能都唔会理，但系有一个人出面，一定可以将佢哋引入去。呢个人就系本帅啦。成班人当堂恶咗恶，余阶就跟住话啦：你睇下，今次汪德臣带住蒙古军嚟成都抢掠，佢嘅目的就系想喺佢主子面前邀功。如果佢见到新任嘅四川制置使就喺佢面前，捉佢话都冇咁易。你话啦，佢会唔会心喐？会唔会跟住我哋走啊？但系张武就好担心咁讲到话：唔得嘅，大帅，你咁做太危险啦。其他几个将领亦都跟住反对，但系余阶笑一笑讲到话：我哋兵力太少，唔置之死地，点样后生啊？大家唔好再讲啦，都听本帅号令，不得违抗。讲完啊，余阶马上就将任务安排俾其他将领。将领佢哋你眼望我眼，个个都唔敢开声。余阶于是揦埋口面，大喝一声：接令！成班将领先至抱拳行礼，接命令就走咗去。跟住余阶又叫赵少、李叔过嚟：赵少、李叔，向蒙古人下战书。就系咁样，一众将领带住自己嘅人马，个心十五十六咁就出发啦。余阶呢一次兵行险着，到底能唔能够成功呢？咁就要喺战场上揭晓啦。喺成都嘅郊外，两万嘅蒙古骑兵排成咗一个巨大嘅军阵。呢、这个军阵睇起上去相当得人惊。军阵里边啲旗吹到发发声。士兵揸住嘅刀枪抹到闪灵灵，而喺蒙古军背后系成都融融烂烂嘅城墙同埋房屋。余阶同余兴带住区区嗰五百人马，慢慢咁行向蒙古大军。一面巨大嘅军旗喺宋军阵前飘扬，上面大大只字绣住一个鱼。蒙古大军见到宋军只系区区五百人，仲懒懒闲咁行紧埋嚟，个个都笑起身。而全身武装、身形彪悍嘅汪德臣一举手指住咗大家嘅笑声，佢拍马上前，攞住把刀指住宋军，大声喝道：话你哋唔系话要决一死战嘅咩？点解得咁多人啊？系咪有啲乜嘢奸计啊？余阶亦都拍马行前咗两步，笑笑口咁讲到话：我哋嘅将士个个以一挡百，打你汪德臣带咁多人够晒啦！汪德臣就嬲啦：可大可气啊！你系边个？挫挫步上命来，本帅唔杀无名之辈嘅。在余阶身边的余兴呢，这个时候亦都行前两步，拿着支枪指着汪德臣，大声地笑着说：
汪德臣，原来你是这么没眼光的，新任四川制治使余佳、余大帅你都不识。余兴一讲完，蒙古军当同一阵骚动，汪德臣亦都吓咗一跳，佢就问：你真系余佳？余佳笑一笑就话啦：哼，正系本帅。汪德臣啊，你呢个人唔单止冇眼力，仲冇记性添噃。汪德臣就好诧异咁问：本帅点解冇记性啊？余佳就话啦：汪德臣，你汪家本来系金国贵族，世代享受元颜国主的皇恩，唔通你通通唔记得晒啦？十年前金国被蒙古人灭咗，金国的大片江山落入蒙古人手入边，金国君臣都变成亡国奴，而你呢，唔单止唔谂住报仇复国，反而成为咗人哋嘅马前卒。哼，你呀、啊！唔单止系冇记性，仲冇良心添。汪德臣都嬲啦，佢又闹到话啦：余佳，你唔可得把口，想挑拨离间，有本事你上嚟，我哋切磋一下，睇下你只手系咪同把嘴一样咁巴闭。讲完啦，汪德臣就谂住拍马向前冲啦噃，但系呢个时候，他身边行出了一个叫做巴图的千夫长，对着汪德臣大声喊：元帅且慢，这条友都是得把口，估计都没什么实力的，等末将代元帅去打这场仗，那个余佳的头就等末将帮元帅带回来了。就是这样，两边的将军就正准备打起身了。那到底余佳之前嗰条桥能唔能够顺利咁实施呢？我哋留翻 下期继续讲啦。南宋淳佑初年，蒙古铁骑御浪似虎直扑四川，一众将领临危受命，力挽狂澜，全景式展现南宋末年四川嘅风云变局。重现跌宕起伏的真实历史故事，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作者张生全，由陈嘉琪、焦继斌联合播讲。南宋淳佑初年，蒙古铁骑御浪似虎直扑四川，一众将领临危受命，力挽狂澜，全景式展现南宋末年四川的风云变局，重现跌宕起伏的真实历史故事。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作者张生全，由陈嘉琪、焦继斌联合播讲。欢迎回来宋末大变局当中，上期我们讲到余佳带着一众将领在四川平原那里对阵蒙古军，他们的目的是希望将蒙古军引入峡谷当中来一个追击，究竟余佳的策略是否可以成功实施呢？第三集，蒙古大军在成都平原上边排成一个庞大的军阵，两军对峙，剑拔弩张。蒙古军的主帅王德臣啱啱想冲埋去余界的时候，被他手下的一名千夫长拦住了。王德臣的手下有一个叫做巴图的千夫长，他走出来打算替王德臣去接余界的这一掌，只见他一拍马，双手揸住流星锤对着余界就直冲过去。但是未等到余界吩咐，这一边的余兴呢亦都拍马冲咗出嚟，接住咗呢一仗噃。一时之间，枪来取往，两个人打到难分难解。但系过得冇几耐，巴图开始有啲手软啦，佢取法开始变得混乱，只能够招架，冇办法进攻。汪德臣喺后边睇到有啲心急，正谂住派另外一个大将上去支援。只见余兴手起枪落，嘈一声
一枪将巴图吉咗落马。宋军呢一边当堂大声欢呼，而蒙古军嘅军阵当中好似死灰一样咁沉静。余兴粒声都冇出，佢只系掹翻支枪出嚟，调转只马，慢慢向自己嘅阵营行过去。嗱，余兴呢个咁漫不经心嘅举动，激嬲咗蒙古军阵嘅千夫长乌力汗啊！佢揸住大刀，粒声都唔出，对住余兴冲埋去。宋军呢边吓到大声咁叫，个个对住余兴指手画脚，叫佢小心身后。但系余兴好似完全睇唔到一样，依然攞住长枪，慢慢咁吓住只马向前行。眼睇住乌力汗已经冲到余兴嘅身后啦，佢大刀一嘢劈落嚟，马上就要劈到余兴嘅头上啦噃。宋军呢一边个个都擘大口，吓到呆晒。就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余兴侧身一比，乌力汗那把大刀从他耳朵边劈了下来，啪一声斩了落在地上。宋军的军阵士兵当堂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但是这一口气都还没松完，就发现乌力汗擘大个口，已经在马上边呆晒，动都不动了。仔细一看，原来余兴手上边那支枪唔知几时已经吉咗入乌力汗个肚度，乌力汗啲血就好似泉水一样，一滴一滴滴落笪地度。余兴佢依然冇拧翻转头，而系将支枪一掹，又是他他条条咁向住宋军嘅军阵行翻去。直到佢行开咗之后，乌力汗先至慢慢从马背上跌咗落地。宋军呢一边又是发出了欢呼声，而汪德臣就嬲到成个弹起，他揸住把刀，正谂住亲自嚟会一会余兴，但系身边嘅汪良臣马上掹住佢话：二哥，你唔可以去噶！汪德臣两只眼都红晒，掘住汪良臣话：点啊？你觉得我打唔赢佢啊？二哥，唔系打唔打得赢嘅问题。他们只有区区几百人，我们就有两万人，用不用一对一地跟他们死过？只要大家一起冲过去，就算他们有十个余兴，都挡不住我们千军万马。只要将他们围起身，捉一个余界，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汪德臣被汪良臣这样一点才醒了，他一入手大声地喝道话：咁多位兄弟，宋军杀咗我哋两名猛将，我哋一齐冲上去同佢哋报仇。大家唔好客气，有乜嘢手段，统统攞出嚟，捉住余界、余兴，本帅去到太后可敦嗰度，同大家请功，封万户侯。两万嘅蒙古骑兵好似潮水一样，向着五百宋兵冲过去，即时扬起了漫天的沙尘。这一阵沙尘很快脆就将宋军淹没了。但是没多久，身着着红色斗篷的余戒就带领一班士兵在烟尘当中冲了出来，他很快脆地向前飞奔。蒙古大军好似麻鹰捉鸡仔咁向宋军冲过去，而余戒就搏命咁跑去佢心目中嘅目的地。到底佢可唔可以顺利咁到达云顶嘅深谷呢？余戒佢一路喺前边跑，汪德臣就一路喺后边追。佢一路追，仲一路大声对住蒙古兵嗌：兄弟，快啲向前追！嗰、那个着红色斗篷嘅就系余戒啦！汪德臣一讲完，几支利箭马上嘈嘈声咁向住余戒射过去。跟喺余戒身边嘅余兴就好心急咁嗌啦：大帅，快啲将件斗篷俾我啦！余戒笑一笑话：哼，俾你做咩嘢啊？蒙古人要捉嘅系余戒，你又唔系余戒，俾你有咩用啊？余戒一讲完，马上将件斗篷嬲到更加实一实。余兴冇办法，唯有一路向前走，一路就攞支枪帮余戒拨开身后嘅箭。突然之间，
余界的左手嘈声中了一箭，痛到他冷汗直飙，但是他粒声都没出，用力掹了支箭出来，再从身上咬低了一条布条，死死地绑住个伤口，防止血向外飙。旺特神一见到余界受伤，好开心地对着身后的大军喊，大家见到没有，那个余界已经受伤了，我们嗱嗱临将他捉住。两边的人马不知不觉就冲了入山了，那些山路就越来越难行。汪良臣见到形势好像不是那么对路，马上就对他大佬说，二哥，好像不是很对路，余界会不会是专登引我们过来等他们埋伏我们的？不会啦，哪有主帅亲自出来引我们的？不要理那么多了，冲上去捉住余界，我们就可以在太后面前立功了。汪德臣话都未讲完，左边的山坡忽然之间嘣一声响起了一声炮响，一队宋军哇哇鬼叫咁冲杀住落嚟。大头嗰个胡须佬手舞住大刀，大嗌一声：，汪德臣，你中计啦，受我黄坚一刀！蒙古军当堂吓咗一跳，几个将领马上冲上去挡住黄坚。汪德臣就笑住话啦：，哈哈哈，冇错，我哋确实系中计啦，但系你区区几百人，耐得本帅咩河啊？三弟，你带两千人马挡住黄坚，其余人继续向前追。汪良臣虽然多少觉得有啲唔妥，但系所谓嘅埋伏都已经出现咗啦，就系嗰几百人，咁都冇乜威胁力嘅啫，于是都冇在意。佢一拍马，继续跟喺汪德臣嘅身后。成班人翻过咗个山头，又见到余界嗰件红色斗篷喺树丛度飘下飘下噃。汪德臣就大声嗌啦：，咁多位兄弟，有冇睇到啊？那个就是余界了，我们快点拿支箭射穿他的斗篷，射到他变刺猬。蒙古大军的利箭好像箭雨一样向着余界射埋去，好快脆，余界就动都不动了，那件斗篷还掉了落地。蒙古军就开心了，个个大声嗌冲下去，但是冲到面前他们才发现，原来呢这个并不是余界，只是将一件斗篷挂在树枝上。有一个千夫长就叹了口气说，唉，又上当了。但是汪良臣就笑一笑说，上当好啊，上当那就讲明余界他怕了我们咯。汪德臣向前望了一望，冷笑了一声说，哼，想金蝉脱壳不使子言。兄弟们，睇到咩啊？嗰个大旗下边嘅人，佢就系余界啦。只见余界身边中箭冧低嘅士兵就越嚟越多，就算连揸旗嘅嗰个人啊，亦都趴咗喺马背上喐都唔喐。只不过佢仍然死死咁执住支旗。余界见到，一手掹过咗支旗，披喺身上。汪德臣身边的那个千夫长又说，大叔，余界又不见了。汪德臣就说了，嘿，你们的眼界不得的，你看看那个披着支旗的上边有个余字的人，他就是余界咯。那个千夫长就说了，不是吧，余界怎会将支旗披在自己身上边啊？咁咪相当于话俾人哋知佢系余界，要人哋当佢靶咁写。汪良臣就冷笑住话啦：，你哋就唔明啦，呢、這个只不过系余界嘅拐界嚟啫。先前佢将件斗篷劈咗落地，用嘅系金蝉脱壳，后来发现呢一招唔使得啦，又故意将支旗啊披上身。呢一招呢叫做欲盖弥彰。等我哋以为呢支旗系披喺其他人身上嘅。汪良臣讲到呢度，右手边嘅山坡又传来咗一声炮响。只见
张武带着几百人马冲落嚟，企喺山坡上边，挥舞住手上边嗰对大板斧啊，大声嗌啦：王德臣，我王坚大哥攞唔到你狗命啊！好，咁你就将你条狗命送俾我张武啦！王德臣好嬲啊，佢喝到话：哼，你够胆可出狂言？可可，本帅就嚟会下你，睇下你有几多斤两。汪良臣喺身边一手掹住佢二哥，讲到话：二哥，你唔好上去啊！你上去就上当噶啦！佢哋得嗰几丁人，使得出啲乜嘢花样啊？只不过系不断咁骚扰我哋啫。呢一个同喺成都嘅郊外骚扰我哋有咩区别？我哋只要唔理佢哋，佢哋又奈得我哋咩何？汪德臣岌一岌头话：嗯。二弟，你讲得啱，俾两千人马力，你去捉嗰个张武，到时候将佢哋将帅全部捉住，我哋翻嚟开一围全羊宴。汪德臣自己继续追鱼街，都唔知道跑咗几耐，佢哋又转过咗个山头，鱼街忽然之间就唔见咗噃。汪德臣担高头四周围睇。先至发现自己带住成班蒙古军已经入咗个山谷里边啦。呢个山谷两边系非常高、非常陡峭，荒草浓密，怪石嶙峋。汪德臣当堂打咗个冷震，佢忽然之间好似知道发生咩事啦，即刻就大声嗌：切，统统同我往后切！但系已经迟咯，两边嘅山坡上。有好多写住个鱼字嘅军旗，突然之间喺草丛当中出现，一时之间喊杀声震天，嗰啲石块同箭好似铺天盖地一样倒落蒙古军嘅军阵度，蒙古军大声咁惨叫，一个二个你拱我，我拱你，慌失失咁向住谷外跑过去，但系就死伤惨重。佢哋一跑到谷口。一场红红的大火阻住了他们的去路，后边的蒙古军向前逼，搞到呢很多前边的蒙古士兵都被人拱了落个火海里。蒙古军进又不是，退又不是，已经没路可走了，他们唯有冒险向着火冲埋去。但是当他们成身大火冲了出谷口的时候，杨文又带着一队人马杀到了。这个阵势简直就好似麻鹰捉鸡仔一样，宋军对住火海，有一个冲出嚟就杀一个，蒙古士兵嘅尸体慢慢咁就堆到成座山丘仔一样，嗰啲侥幸冇被杀到嘅，个个都急急脚咁啊顾住走佬，根本就冇心情同蒙古军对阵。好在汪直臣同汪良臣发现唔对路啦，马上放弃咗追赶王坚同张武，翻嚟救援。先至将汪德臣从宋军的包围当中救出嚟，落荒而逃。王坚、余兴、张武、杨文四个将领兵分四路，跟住喺蒙古军嘅身后系咁追杀。而余阶呢，企喺远处望住滚滚嘅烟尘，将支大旗从身上攞落嚟，挂咗喺一支旗杆上，再将嗰支旗杆插喺高高嘅山头之上。宋军呢支旗迎风飘扬，而余阶就喺旗下边抹一抹额头上边啲汗，露出咗好欣慰嘅微笑。但系马上佢又皱起个眉头噃，佢用手拿实左手嘅嗰个伤口，啲鲜血喺佢嘅手指罅一滴一滴咁滴落嚟。新任四川制置使余阶啱啱上任之后，同蒙古人打嘅第一场仗，明明系敌我悬殊，佢都可以取得胜利。呢、这个算唔算系余阶嘅好运气咧？但系其实余阶佢又另有想法，因为有敌深入，只不过系佢嘅下策。其实佢系有上策嘅，但系点解佢嘅上策实施唔到呢？我哋留待下期松末大编局继续同大家拆解啦。
南宋淳佑初年，蒙古铁骑遇狼似虎，直扑四川，一众将领临危受命，力挽狂澜。全景式展现南宋末年四川的风云变局，重现跌宕起伏的真实历史故事。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作者张生全，由陈嘉琪、焦继斌联合播讲。